这里已经看到了苏萱，厄萨斯这里晚回家了，所以他一回家就先被烧，天际，但是他 Gory 跑不过这个火圈，可能他直接被烧死，他要被火圈烧死了。最后是 Driver 赢了，往前这一踩是终于留住了后面的分，但没有伤害可以限制，分就是站着直接收，收毛伤害他队友的帮忙，再把 Kasa 给送回温泉。BYG 在第一场的比赛2-1击败了银河战舰 CFO， 拿下第一场比赛胜利。我那天开局一杠四，跟谁上牌？我现在也不正常。对，这两个超烂的，知道吗？敢跟他们上牌？哎，我也是负责。为什么你我九胜，我九胜玩到，你怎么玩到不正常？不是，就是把就是加入抱歉嘛。在拍摄现场遇到 driver 嘛，然后其实刚才也是老队友，然后也是简单的打声招呼之类的，因为他也换队伍了。然后我就顺便跟他说，不管你怎么再换个队伍，我还是会把你打包。这样好处都公司付钱吗？张文义出钱的，张文义出钱，还没有餐费吗？有啊。哦，那没事了。哎，怎么了？你有没有薪水？你有没有薪水？哎，你有薪水吗？我有啊。花个薪水多少？但没有你多。你又放假？我拿到明天走吗？你又放假？开车晚放假。又放。其实我私底下跟卡拉斯本来就会有联络，所以见到面就。其实就像老朋友一样嘛，因为以前就相处很久，所以就朋友很久没见的那种感觉，但也没有很久，因为我们私底下偶尔还是会约出来，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今年卡萨跟蛇蛇加入了 PCS 的队伍，然后我觉得卡萨是一个算是比较全能的打野嘛，就是很会动脑玩游戏吧，这方面需要多跟他学习。单挑就看运气啊，但是俊佳到时候理性 PK。我们可以直接讲一样的英雄，就直接讲一样金熊了，要讲一样的就讲一样的英雄，然后今天选一个康德米的，今天选一个波比，今天又是一个波比都开球。新赛季的话就是改变挺多的吧，包含就是赛前的选边是看哪边单挑赢，单挑是不同的东西。完全认同，完全不一样。对，然后就是一等那个第一波兵的那个第一只就开始互打，那个完全没有用兵线在玩游戏的感觉。就是 PK 的地图上跟一般的召唤峡谷区别在于，进去就是三等，然后它有很多细节上的不同，就是里面的兵前炮车特别多，塔皮也不太一样，就是它的整个规则就不太一样。然后不过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说单挑还是看操作。当然选角也有差，不过操作会影响更多。我们单挑谁这样？他目前可能是我，是你？他是我们现在目前单挑组内冠军。真假？嗯。啊 ，PSG 是谁这样？俊佳。要开始没有 ？PP 很猛吗？对不对？他随时啊。那就让你揭秘他在选什么，谁该选英雄？比较杭州，可以选一样吗？可以啊。你现在不要看他的 ID， 你才会正常背，你懂吗？其实也蛮考验运气的吧，因为你看不到对方选什么英雄，那你可能就只能针对他个人风格，但是你也不知道他实际上会选什么来单挑，所以其实最后还是挺看运气的。有些角色打某些角色就是会比较简单一些。他是什么？哎，他直接把你关起来了。嗯，完了完了，他有理解的。Q 一下，又中啊，直接中啊 ！A 一下，拉扯 ，A 一 ，A Q， 你再 A， 再一下，再一下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现在在开始晃，对啊，他们在播没？这个摄像头在照没？哈哈哈哈哈！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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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来。这个补啊 ，MTAB， 看一下那个补要刷啦，我会直接去抢啦，看我太气了，哇，这么直接越啦，不熟，这怎么送？你还要送啊？就直接越啊，哇。
对对对，安检十五分钟结束，提速吗？这边安检，给你们捧上一下啦，准备被地狱柱打下去啦。啊，我们 OK， 地狱柱烂啦，地狱柱接不下去，你们要下去，小心地狱柱啊，不要惹到神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欢迎回到今天的下半场比赛。我是主播 JR， 我是赛评 Choi。那我们今天下半场比赛呢，由2023 PCS 冠军要来出战的是2023 PCS， 可能算是最多人关注的队伍，最多人支持的，最多人支持的。这时候要在这个舞台上面正面对决了。这次 HPS 是以这群玩家的阵容为主轴嘛，然后对上他们的话，其实就是玩好自己的，然后因为我队友就会赢他们。其实也比较新鲜吧，就是对到 HPS 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也没打过这些人，对，因为毕竟 GARZZ 跟胜败也是蛮久以前在打，打野方面也是比较少见吧，会看到有可能狮子狗的绝活这样。尾部开启又要开追，来看一下下一个深渊潜航什么时候要好。谁没闪？谁没闪？报一下。这个，哎，进去来喽。进去没闪的，会不会死？开了死亡一个一级的，就是嘎追追拉向线杀，姜是老的辣，但 Maple 过来了，也是补了一发爆弹，变成是 Maple 双杀，很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中二塔继续的进发，Maple 要来了，闪现 WQ 想要开，夜曲关了一个灯想要做配合，但 Betty 进入神的境界 ，TP 后面的我会拍，来看一下，可以看一下，开下队开下队，还是又是拿下了人头，不过 PSG 其他成员还有战斗能力，俊佳好烫，雷霆风暴瞬间又是一阵的风暴袭来 ，PSG 大出 ace， 哇，这波直接去上路或下路可能可以一波，两座的梅亚塔爆裂在第一场比赛，虽然说前期打得蛮激烈的，但是来到了24分钟 ，PSG 还是给了地狱柱震撼教育，拿下了第一场比赛胜利。哇，他们还是阻止不了这两个 Maple 加 Betty 的转下。对，四月二，熟悉的四月二。哦，又是这招吗？对，谁说他们不会？完了，鲁豫被这队追，快点！其实我们替我说被小感大杀哦，完了，呵呵，又要被臭一阵子了，又要被臭了，再见。啊，这样打架，就准备打架，一发的冰箭又是射在了对方的脸上，然后变成是 Maple 的一个进场，已经快要融化。紧接着的话变成是 Maple 落在了 GARZZ 队手上之后，后方一发王牌射手直接狙了进来，夜曲拿了一个 double，ICU 进场想要开血，开启了一个领域，领域展开，后面一箭再飞了进来，夜曲直接拿了跨抓 Q 哦，我夜曲拿了四连杀，我的天，他被卡住了，这是不是这好像有 bug， 这要暂停了，这个我之前遇过。我之前播 PCS 的时候，他 QQ 进去了，对对对 ，QQ 进去，然后被预设撞出来，啊，完蛋了，这个要弄很久，哎呦。第二场的时候，因为中间发生了暂停嘛，那暂停原因是因为就是李欣发生了卡墙 bug， 那他在打预设者的时候卡在那个墙里面嘛，然后在暂停了之后，过一段时间，大概官方就把我们找去，然后做说明，就是。在问我们可能就是选择要重赛呢，或者是可能要等这个就是 Riot 那边帮我们做回溯，那这就被撞进去，被预设撞进去了。啊，哇，这样子他好像技能也不能用了，对吧？对，他就出不来了，不能再 QQ 出来，也不能打 BO 眼。没错，那现在有点尴尬哦，该怎么办？确实，那我们就先稍微进一段广告，等一下回来就会是接下来的比赛了。加班喽！呜呼，咋一定回溯，一定回溯，100%回溯。还是我们现在开一把喽，然后来试试看，是不是很容易被撞进去？要不要？反正没事做，好像不一定会被撞进去。你这皮肤好丑，好了啦，他妈的，你照片发过来，我看你他妈多帅啊！当时觉得十分钟可能就可以开始了吧，然后结果等了超久。角度不对，干他妈的还有角度，那就根本很难触发啊。他的休息时间他妈的变22分钟啊，我操。那时候其实我有点就是坐不太住，因为我这个人不太能什么都不做，然后有办法就呆坐在那里。你在那边玩滑鼠。对，我后面玩滑鼠。我后面还把卫生纸折成纸飞机。就是因为我有点不太能专注了，我就想说我折个纸飞机让自己专注一下。
你明天也会，妈的，明天李欣就 auto ban 啊，就这么简单啊。我跟那个制作单位说，李欣可以 auto ban 吗？不能的话不估。总在墙里了吧？正在墙里了吧？没有人能够那个了吧？走得出来吗？不行，好，按 recall。干，按 recall 被敲一下就出来了，确定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按 recall 被他敲一下就出来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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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久等了。那我们经过了这个一些等待之后呢，现在是终于回到了比赛环节。那我们经过了蛮多的沟通以及调整上面的我们目前的状况，终于是已经完成了，也处理好了。大家的等候啊，夜曲没顿的时候，他就很好过来。他死了，他格温带走了，格温到了。没大，想要帮尬追追来爆头，不过 ICU 交出飞身走线，俊佳也是交出闪现，两个 TP 同时要下来，这是来自 PSG 的 TP， 还要回身开烧，又是一个凤凰形态超烫，直接绝顶升天 ，Maple 瞬间拿下 double，PSG 在25分钟准备要来结束这场长时间的大战。打了两个小时的这一把，打了两个小时的战役，终于要在这里画下句点。随着所有人都已经阵亡，基地裸露出来 ，PSG 2-0拿下了这场比赛。